的面貌啊，是提各种方案，这种可能性的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保留，看怎么去保留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一定会跟我们的那个合作董事团队去沟通，对大家有什么希望要的东西，我们尽量。用的就把它原则在这里。那还会有后续的，因为之前签约，他有特别强调说，能够跟地方的大家关心的公民做一个互动。那等设计图出来之后，还会不会再下一波的一个所谓的说公民的沟通？因为设计图出来之后，是不是希望就像我们应该会有这个东西，我们所有的设计案做的，您刚刚讲的可能性，我们也不会是单方面的，我们会送东西，就是里面的还有是。一些需要的居住，他们都会经过去审查以后，对，然后才会定到。真的，对，真的。哦，那是要进一步的。对，会持续跟地方，会持续跟地方沟通。对，这个当然要，对，要一步一步，因为就是他们有讨论完，会持续跟地方沟通啊，这没有问题的，对。对啊，希望你们带动成功的第一步。谢谢，因为这努力，我们努力。这个真的是指标，第一次有这样子，能那么旧的又可以有新的时代。像他们的建筑师团队，他们都很有经验。哎，你好，这建筑师。